到家喽。现在支付停收后，微信用户支付成功。我回来了。我感觉回来的心不甘情不愿的。嗯，我不想回来，我想住窑洞。到家了。弟弟，这挺舒服的，坐在这里。哪里舒服？不舒服吗？哪里舒服？哪里不舒服？哪里舒服了？我问你。你看我潮水成什么样了？很厉害。饭都没吃。口袋空空的，怎么敢在外面吃饭？不要回来吃饭了，是吧？饭都不知道冷了没有。饭还没冷啊。那个开了，不远啊，这个几站，到湖南长沙那边开就3个小时，3个多小时开回家，安全到家。吃完饭要去搞你们那些搞不定的东西。吃完饭，正在看鸭子，鸭子5天了，没看到长这么大，大的挺大的哈。王爷正在检查一下这个鸭子是啥玩意，那是病呢还是干嘛？就这么烧的？人家这么大，这么小。你们两个喂啥鸭子？是不是不给人家吃了你啊？有弱肉强食，有些。你大了这么大，人家回来就得干活，饭都干不上。赶紧下去洗个澡。呼，完了，你这是旱鸭子吗？我感觉他们都不敢下水呀。这啥意思？这鸭子不敢下水。哎呦，这鸭子不下水，这搞点饲料就往那骗，看到它就到那边吃了。这个天气本来是不会冷的，这个鸭子还没怎么下水，但是每天都要搞出来玩一下。这个鸭子啊有点病，这螃蟹那个去搞药去了，然后我就过了那个鱼塘看一下啊。这5天在外面是吧，对于家里这些东西的话呢，一回来肯定会全都是啊操心一遍了，看一下哪些要做的，哪些不要做的都要看看。这个草还长得挺快的啊，就这么长了。这鸭子差不多啊，如果天气不会下雨啊，就可以放到鱼塘来了。这个鸭子的话大了啊，应该不会冷的，看看有没有这个水啊，有没有跑鱼。还好没长大水，鱼塘都是安全的。要搞回来喽。又有人来了。大哥，你干啥啊？翻的不浪咱的，你看刀踢的真好看。拉动人快玩笑。我觉得你干脆把头发全都搞掉了，照镜子用。我来你们。跟那个以前拌鱼药一样拌好，这个药放到饲料里面，让鸭子吃到，没吃到的话就可惜了。是啊，任你就活啊，这个能救活就救活，救不活就明天捡板。好吃，这鸭子全都吃到料，不吃到料的话呢，这一好都会死得跳了。一回来啊，这个鸭牛啊，这牛的话有5天也没看见了，看有啥变化。看这俩婆娘也没有喂瘦。我们这边家的天气哈，气温比那个湖南那边高一点，湖南那边气温比较低一点。Hello， 好久不见，过得怎么样？
啊，哎，去，肚子挺大的，是不是快要生了你？嗯，还没快。这几头断了牛绳的，跑这个深水区沼泽地去吃去了。怎么数来数去，发现少了头牛啊？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十一十二十三十四，还有头嘞？慢点一点。还有头牛嘞？啊，真少了一头哎，还以为牛丢了呢。一天天的，他一个人在这里吃好的。这头牛从出来起都没上过神，我就跟着他们就在这里跑，天天在外面吃。嗯，还好，这个牛的话基本上没啥问题。这个就是现在草的话呢比较紧张，这个草都好多老了，明天要去转移目标，这些牛把它转到别的地方去，草不多这边。回家回家。那这个鸭子现在水完腻完了完了完溜了，这毛都没湿。刚刚就放牛的时间，这个鸭子全都跑到上面去游泳了。啊，就两个小时，这鸭子你看就学会游泳了。这羽毛都不会打湿了，对呀，要多出来玩一下水。这几天天天放出来，只要不会冷，基本上不会冷了。你看这鸭子羽毛不打湿的话呢，也不会冷，是吧？过两天估计就蹭蹭蹭的长肉。